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羊奶舞血状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刚才是张文顺张先生，哎，传统的节目，对，叫教书匠，是啊，啊，马三立马先生也说过，对，叫卖黄土摇煤球，哎，都有名。张先生说法呢，跟马老祖的不一样，是他这是得自佟大方先生的真传，哦，佟先生另一种使法，哎，这个活过去呢，还有一种就是后边从到家里去开始就改成臭活了啊，哦，还有这么一版，年深日久了，国家不让说了。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啊，炉火纯青，哎，说得好，刻画这几个人物啊，对啊，很好，嗯，我们看到张先生能够重返舞台呢，嗯，身体能够逐渐的康复呢，嗯，确实从心里啊那么高兴，对啊，有这么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，嗯，张先生没再出来，对，说相声得有好体格，哎，身体得好啊，嗯，没有好体格你盯不了，对，别小瞧站在台上就这几十分钟，这难了，不容易，大灯烤着，底下观众很期待的看着你，嗯，没有出色的表现，你对得起大伙儿吗？那倒是，尤其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时候买不着票，哦，在门口等着，多冷啊，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嗯，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和鼓励，嗯，对，必须要把节目弄好才对得起大伙儿，是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过去来说，无论你是学哪工的，嗯，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，哦，无论是干嘛的，行行有行行的难处，啊，都有规矩，哎，有这么句话，嗯，人叫穷文富武，穷文富武，对，啊，学文的家里越穷越好，哦，还越穷越好，哎，吃不上饭，这太好了，这个身上，是吗？哎，一天一碗粥，这了不得，这孩子，哦，这就能学出来，他能够下苦心呢，好好学，哦，富武练武术的啊，嗯，家里必须有钱，为什么呀？有个好体力，嗯，啪一跟头出去，嗯，四个馒头下去了。这消化太快了吧，这个体格不好不行，哦，所以说过去凡是练武的家里都有钱，是吗？比如说于谦的父亲们，哎，不是，这后头别加门字儿啊，这个阔吗？哎，阔就爸爸多呀。有钱呢？没，不不，父亲就完了。于谦的父亲，对，那老爷子练武术的，嗯，家里就有钱，嗯，请天下最好的教师，头名师嘛，弓刀师、马步剑，嗯，没有不教的，能耐大了。是，从小反对他，反对我，反对于谦，你就该跟我一块儿学武术，学摔跤，让我学那练举棍子、耍大刀，啊，知道吗？你说相声没发展，是，知道吗？你这个脑子不行，说我脑子不打小挤着孩子，啊，你脑子不行，哦，知道吗？你要跟爸爸似的行了，知道吗？跟他似的，哎，你就好好先上桥，人我脑子挺好，哎，先上桥，嗯，上小学也别说，于谦打上小学很聪明，表现得很好，是啊，表现得很好，真的，拿回卷子来都写了100分。哦，都判的分，哎，都判100分啊，他爸爸看着挺高兴啊。四年级的时候他爸爸有点怀疑了，怎么，啊，为什么这100前面那一跟当件这0是一种笔，后边是一种笔，俩笔啊，后边那0为什么是红的，前面那10是蓝色的，色儿都不一样啊。你把你铅笔盒打开，啊，铅笔盒抓出一大把笔来，他爸爸问，嗯，哪个是蓝的，嗯，我找，我爸爸也不分色儿，爷儿俩挨个画，最后他爸，嗯，这像这自个儿改的，哦，我说你脑子不好吧，你还不信啊，你蒙了我四年啊，你啊，谁脑子不好啊，这个脑子不好啊，这能蒙四年啊，你算算你蒙了我四年呢啊，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小学你得给我念下来，不管是说相声还是练武术 啊，你这六年好好学起来，小学得上完了，为了怕他蒙他买一测谎的机器，用得着吗，搁在这儿啊，一放学回来说说考多少分，考多少分，考了100分，哦，再看那机器，啊，这是红灯也亮出声音，嗯，他爸爸乐，这算不了我了吧，有机器听见瞎话就响，哦，这就是瞎话，一出瞎话就响，哦，说多少分，80，有，说实话，嗯，60，还是假的，我告诉你这倒霉孩子，我给你找找这题，知道吗？嗯，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，砰，炸了，好嘛，全是瞎话呀，你看这后来没辙了，拧不过嘛，啊，非得学相声去，啊，他父亲带着他上曲艺团学员班那儿考试，
考试啊！一进门，老师看看他，这不要，这不要，走走。干嘛不要啊？走，得把我赶紧解释。嗯，老师是他考，不是我。嗨，老师也是。老师看看，过来。嗯，叫什么呀？叫于谦儿。嗯，一加一得几？一加一得几？太简单了，得四。回去，走去，走走。这都回答不上来，他爸爸急了。老师，再给他一机会吧。一加一得几？还问这个？十二。走走走，您再给他一机会吧，再给他一机会。还求老师吗？一加一得几？啊，七百。越来越高。老师，老师，您给他一机会，给他一机会。嗯。一加一得几？再说，得几？啊，得二。哎，老师，再给他一机会吧。啊？还有机会？爷儿俩傻子，这是。这么灵啊？还灵呢？不，他练武术他不走脑子，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。啊啊！有一回在四川、嗯、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，哦，那儿他爸爸去了，哦，带着徒弟一大帮，哦，带徒弟一大帮，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。别拿你比啊啊！爸爸领着徒弟去了，嗯，比上来一个，他爸爸上来跟人打，哦，打之前告诉徒弟们，嗯、更衣。啊，更衣，把我那个，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。哦，穿红色的。嗯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嗯，跑吉利不是，崩身上血看不出来啊。这多狂的话呀、啊！他就准知道能打人，哇，崩一身血，把人打了。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？没输过，没输过。哦，没。上去乒乓五次，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。啊啊，下来，来再换一件、哦，又上来一个，又上来一个，又该我了。给我拿这红褂子来。哦，就套一红褂。哎，上去打，又赢了。嗯、啊，再给我换件，换件红褂子。这都是红的换的，什么？赢了，这件刚才有血。啊、哦哎，一会儿又上那边，上一大个啊，一米九高，特别壮。是你爸爸看看，把我那黄裤子拿来。改黄的了。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意思。你要跟你爸爸当初学这个啊，你比这个有发展。啊、对我还是说相声吗？我、啊、你或者你学裁缝，给你爸爸做衣裳也好啊。算了吧，嗯，算了吧。得学相声，相声不好学。嗯，好多人说了，说相声简单，俩大活人站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就完了。嗯，不这么简单。是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。嗯，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。怎么？不管哪儿的晚会啊，什么大型的活动，你来唱歌的吧。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，嗯，还你闹不过的，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。哦，他跟这一唱，唱完了，你不爱听你也鼓掌，可唱完了，你也得听，啊、鼓掌，他这音，哎，下去回家了。嗯，你说相声怎么弄？说相声你得乐，你不乐行吗？对，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？嗨，嘚不嘚嘚不嘚，四十分钟啊，对口的人民日报，人民日报。说相声不容易，嗯，得是半拉心理学家。哦，还有就心理，什么时候您笑，什么时候鼓掌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、嗯，这是安排好、设计好了的。哦，必须得有这种心态，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。那倒是，很难呢。嗯，多一个字您也不乐，少一个字您也不乐，那十寸不对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啊，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，对，坑蒙拐骗啊。我们不学这个啊。那我们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，哪门弄好都不容易。是啊，莲花落呢是跟石不仙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，嗯啊，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。您再唱一唱。我做男儿汉，志气刚，寻了一个老婆家在孙二娘，站着比我高位，坐着比我长，脚也比我大呀，力气比我强，打之骂之底下家法耶，舍死亡生，我要管教婆娘。莲花落、啊、有点意思。现在这都没有了、嗯、没人唱，没人唱、嗯、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落的影子。哦，还有这味儿吗？它是从这里边发展出来的。对啊，也是四个行当。哦，生旦净丑。对，我觉得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。怎么还年轻化呢？因为他经常唱这些才子佳人呢、爱情啊、生活这方面的故事。哦，演员岁数太大了，化出妆来不好看。哦，难看。有一次在天津看一出戏叫《秦香莲》啊，好戏。扮演秦香莲的演员呢，将近七十岁了。哦呦，太老了。这个大脸呐、啊，跟囊似的。到新疆演去了似的。好、哦，化完妆一瞧，嚯，这是奥特曼似的。嗨，这
就甭比了。坐在我前面有个天津观众说了句话，我都乐了。怎么说？好，秦香莲啊，好，这秦香莲都够口了。是啊，我要死陈世美，我你妈也不要了。这位也够损的。所以说要求演员年轻化，这几个行当里边我认为小生不容易。小生，小生要求唱腔挺拔高亮，对，而且表演上要潇洒自如。是啊，唱腔上来说不容易。哦，一般的没嗓子你盯不了这个，还要高。要高啊、哦、啊，他有的时候有的唱腔的高度能跟西楼评戏媲美。哦，那么高啊，特别高。你看有一出戏王少安赶船，小生唱那段特别的不好唱啊。那您唱一唱啊。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。二六百啊、哦、王少安的唱腔。闻听此言羞的面红过耳难把花园胸中带哭脸冒火，又怕外边要了人我瞧我了瞧外边无人走，我有一人来过笑我无耻，自古才子爱佳人，你言说无有爱我的意，你为什么不好唱，够高，要求气息调整的要运用自如。是是，现在可能大家对评戏都不是很熟悉，不常听，咱们好多评剧的传统节目也不经常上演。对啊，评剧团呢现在竟改革评剧，改革啊，竟往歌剧上改，不是一品种。听完之后老观众不爱听，新观众接受不了，那就没人听了，大批的节目没法上演、很遗憾。是，这跟我们北京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就甭比了，往一块掺和。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啊，开发智力就听去吧，你听个死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。是吧，那还听他干嘛呢？怎么听也不像曲剧，是吧？那就甭唱了，这是错误的。对，不应该这样。是啊，到你看现在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啊。小品有，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啊，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啊，那后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、啊、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。哎，那好听。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。是评戏吗？是传统评剧见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。哦，还核心唱段。这是一个小戏，四个演员啊、两家都是两口子，这边这媳妇是母老虎啊，一天到晚打她丈夫。哦，这边这丈夫呢，这个见骨头，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，这日子就过不了了。嘿，他媳妇就不打他，那边媳妇肯打他，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。好啊，够俏皮的这戏。你说这事儿，咱俩人换换吧。啊，俩人就换过来了。哦，哎，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。嘿嘿，什么人都有。这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啊，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。是啊，两个人对唱，一人一句。哦啊，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、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、你进去我你可乐意，谁把这宝贝贝包一个劲儿的往外推、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，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，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，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，唐明皇掉地那泡碎。手拉丈夫把觉睡，那我
不睡，这浑身刺挠觉不着的美，手持家法将你打，打了手上了身，我喊了一声美，打完上身我然后打腿，这下比刚才那下还来叫美，脸上带下我一起打，这才叫美美。这都当年我小唱戏的时候老先生教我的、哦、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，哎呀估计这会儿也还没60多啊，活回去了呢，不是我希望他活回去、嗯、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，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，那倒是，是不是啊，很悲哀的意思啊、嗯，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，在评剧里来说啊、哦、清朝的事儿，清装民国戏哦啊，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、嗯、征鼓三宴啊、哦、春阿氏啊、嗯、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，嗯，杀子豹啊、嗯、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哦，哎，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，对，有的一演演多少天啊，连本是好戏，对，好看，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，嗯，这个戏是家喻户晓，清末四大奇案都知道，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，怎么叫对儿戏，小生小旦，嗯，卖两个角儿对儿戏，嘿，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，嗯，就是监会团圆，监会团圆，哎，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、嗯、心灰意冷，不打算活着了，哦，也不打算再告状了，那就完了，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找到他，嗯，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，嗯，全家人都支持你，你写下状纸，我进京城传御状。哦，可是呢，监狱里没有桌子，姐姐趴在那儿，把纸放在背上，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儿写。杨乃武情绪很激动，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尖板转快板，特别的好听，是脍炙人口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您要是会这段，您唱这段啊，我们听听。啊啊，我来啊！啊，您唱着这个。那你也不能闲着，我干嘛？你给帮个忙吧。我不会。你是不会啊，嗯，一人唱他不像话，非得俩人来，这事儿这样，以我为主，以你为辅，我就听您唱，我唱杨乃武，你来他姐姐杨淑英，我来这圈好不好？可以，你来这正合适。怎么？据资料记载，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。哎，我这模像怀孕的吗？我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？我谁装成女的了？没有是吧？长得就这样，这就开始，我来吧，看我怎么写字啊！哎哎，好，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啊，不多。哎，兄弟，你趴姐姐背上写吧。哦，让在我背上写，干净利索，就一句，我这就开始唱。哦，兄弟，你趴姐姐背上写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词儿。好，来吧，啊，哎，开始，哎，来吧，嗯，我现在就开始吗？说吧，哎，兄弟，你趴姐姐背上写吧。说唱什么唱啊，这是亲姐姐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一点激情都没有啊，你早该跟你爸爸学武术，你知道吗？嗨，说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啊，这个一不合适，不是该怎么着呀，真事儿，真着急呀、啊、哦，对，带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，你不着急啊？对对对对，忘了忘了，情绪呀、啊、来来来来来来，兄弟，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。哎，这个话倒差不多啊、哦，动作你得加上，还要身上。你站着我怎么写啊？那我真趴下。你，啪！这是趴下是摔下呀？这个，你趴呗。啪呀！这个，你尽量趴下呗，趴下呗，趴桌子上，趴这上。可爱玩这个了是吗？可乐极了，来来来，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这这还得有身上。说完之后，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，啪，你就趴那儿，紧跟着我这就唱了。好，好不好？那咱来吧，来，没问题。嗯，兄弟，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。姐姐啊，你压着我这笔了。早说行不行啊？不怪我，我这过过憋气都快憋回去了。着急着，再来再来再来，行吗？再来再来，兄弟，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。吧嗒，苍黑苍的浪苍隆咚，一个隆的苍。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，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。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，你先等会儿，不行，啊。
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呀、啊？别着急，慢慢的说的。别慢慢的了，我死过去了都。给大伙介绍这，怕人不认识。都知道这，都知道吗？都明白。那还废话干嘛呀？赶紧唱，开始走。兄弟，看姐姐背上写吧。苍苍苍苍苍苍隆咚，一个隆的苍。小白菜呀，我操！还说漂亮啊？不是，他叫水哥，这完了，这都知道。都我说咱别说了啊啊！这都知道这剧情，男女都介绍完了啊，就听您唱，没废话了，赶紧吧，可乐意来这个了，来吧，来好玩儿，兄弟，把姐姐背上写吧，八大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，于老师人也不错，说我干嘛你？说你唱不唱啊？我夸他，你知道吗？夸我没用，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。不要这个了，不要，赶紧直接就唱了。对，好，来，兄弟，把姐姐背上写吧。八大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，提扬好写边疼，悲痛难忍，我本是奉公守法，一文举刘系统，官保私仇海良民，边保监顾私情，各个江湖巡抚当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，奉旨巡查江南军，不知贪了多少银，覆盆冤千古恨，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坟墓的寒冤求灾，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封权弹冤呐，杀烫烫的吧烫，哎，写状啊，郭德纲杀猪，去你的吧。哎呀，来这么些人啊，我也很欣慰。人来的确实是不少，是，我很痛快。改词儿了，打刚才我就要出来啊，累，乏得慌。怎么那么累啊？刚出门回来，哦，去合肥，是倒不过时差来。合肥跟这儿还有时差，人不都说倒时差吗？人是出国回来倒时差。哦，嗯，看到这么些个朋友，我打心里我就痛快。哦，多好啊！是，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。对，掌声雷动。是，这叫快板啊。对。哎，对，最后说快板儿，快板儿啊，快板儿，快板儿。对，这段叫双锁山。哎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对，一句接着一句，一大套，慷慨激昂，嗯，催人尿下，尿下，他从本身不是，您就别说了，人唱快板那演员没撒尿，我说让人高兴嘛，恨不得哭一包，那叫催人，催人泪下，催人泪下，哎，跟尿没关系，嗯，催人泪下，好。好、哦、您喜欢，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，听一什么呢？听什么？有人说就听一乐啊，对，听个功夫，有人说听一脆声。对呀、啊、不对呀、啊、不对，那就错了，同志们。是吗？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儿，文艺形式、嗯、不能看它浮浅的表面。哦，还听什么呀？这个玩意儿它得教育人。最近这么说的可不少啊！啊，错啊，打错而特错啊、哦！对对，教育人必须有教育意义。哦，得吸取点什么？不管花20块钱花多少钱，嗯、啊，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。啊，合着大伙儿都到这儿上课来。对喽，什么呀？听见什么了？必须这样。就拿刚才这快板来说啊，双锁山是啊，高俊宝、刘金定哦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了？说明这对小夫妻，嗯，为了国家的建设是抛弃个人的得失，嗯，甘于奉献的这么种精神，是哪儿有这词儿啊？这里啊。同志啊，你这个觉悟不行啊！我没领会到，你必须得有觉悟，是啊，听东西说实在的啊，啊，
必须教人高尚，同志们。您瞧这德行，他高尚得了？怎么高尚您就这样了都？能看不起这个人啊？不好，您站直了说话就行，不能这样啊！我的意思你要理解。您说什么来了？你要学习。哦。人要加强学习，是才能够更加向上。您说这话倒是对，一定要向上，知道吗？才能够不断的前进。这人向下啊，上下都不分呐，是吧？现拐，瞧眼珠子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。啊，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才对呢。啊，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。当然了，啊，早先咱也没有这觉悟，啊，也是学的，这得学习呀，知道吗？哦，学，你不学习，你哪能会这个去？这是学习。门口住一学者，哦，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，嚯，人家觉悟很高啊，跟人学去吧。那你问问人家。当然了，白天人家上班，啊，咱得见缝插针，哦，有功夫去问去。对，晚上堵门口一瞧。他推自行车出来，赶紧围上去，不耻下问，向您请教。嗯，从理论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哦，人家给咱讲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明白了，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！哎，一问问仨小时，嚯！反正人家不烦，就跟你说啊。当然，最后人看看表，太晚了。对，改天再说吧，得休息，时间可不早了。嗯，我得上歌厅啊，接我媳妇下班。没有这么骂人的啊，咱们回来吧，回来吧。什么领导啊？这是接家属去吗？什么家属啊？歌厅上班啊？咱心里琢磨，哎呀，人家说的对呀，跟人学啊，跟人学习啊。您媳妇儿在哪儿工作？讨厌，不是什么都学是吧？讨厌，知道吗？啊，说这意思，人、啊、人得用心学习呀、啊。哦，必须要受教育。是啊，人往高处走，虽往低处流。脏了，您这玩意儿，你的意思呢？水往低处流啊！啊，往低处流。哎，对，虽然都是液体，没有这么混着用的。真讨厌这个演员说话啊！啊，不是嘛，你没有水平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这个对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好作用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在那受不了教育，且看不惯你们这玩意儿呢，实在。啊，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？我们清楚了，都明白是吧？啊，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听相声啊，要选择着听。相声也选择，哎，高尚不高尚、哦、教人学好吗，能够受到什么教育，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什么启发、哦、必须得这样啊，还有什么启发，听个相声乐了就完了，不会不会，我招你惹你了，我知道吗，现世的玩意儿知道吗，有选择的听相声，怎么选择呀、啊？这个你们有一相声叫反七口，有这段子，这个相声就不能听，怎么了，流毒太大，有什么的呀，你看这里边的词儿啊啊，那我当你爸爸，嗯、你当我爸爸、嗯、啊，你妈乐意吗，你这话我从来不听是吧，你词儿可够熟的，您还不听呢，你从来不听这些东西、啊、我是批判性的听啊，那您也没少听啊，批判性的听啊，知道吗，看你们那拉洋片，拉洋片拿个扇子瞧不瞧，瞧不瞧，瞧打人家，打头啊，多残酷啊，这是我们手段，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，嗯啊，破坏了演员的形象、哦、不就让人看了洋片吗，就是这意思，说不教育吗，怎么说呀、啊、同志，为了繁荣咱们的文化市场，嗯，是我们精神文明之花开远城乡，哦，请您看看拉洋片的、这打都不看，你这么说不更不看了吗，这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不管你那个，你就得高尚，是吧、啊、非这么说干干净净，这东西说出来哦，还要干净，哎，必须这样，哦，我很受启发，我现在处处啊、嗯、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你呀、啊、我最注意这个了，很自律吗，哎，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、哦、你看走到街上碰见流氓，嗯，调戏妇女，哟，我这个火腾就上来了，您抱不平，哎呀，我这个心里难受 啊，我默默地坐了下来，哎、嗯、坐下了，我仔细观察这个流氓干嘛呀，他到底是怎么调戏妇女的，哎呀，您打算跟他学两招是怎么的，我批判着他，那你看这干嘛呀，你我要注意这些个细节啊，是吧，我一点我都不落，我都不闭眼，
不过来的吗？嗯，这恨得慌啊！我在想啊，想什么？同样是人，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啊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哦，啊，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？是啊，这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的流毒没有肃清，想的太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这个心里很难受啊，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。好啊，我实在我是真是看不下去。哎，对了，可是呢，我又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。您先等会儿，这啊，流氓吃亏，那个妇女太壮了。您倒不怕这妇女调戏流氓啊？哎呀，我的心里很难受 啊。在旧社会，万恶的旧社会，啊，土豪劣绅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。现如今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流毒，啊，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。不能容忍呢，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啊，站起来一伸手打他一拳，拦了辆车。对，啊，走，送我回家，走，来，走了。哎呀，社会太平，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吃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您这什么理论呢？这是从车窗里往外看去啊，看着这个妇女满脸是泪水，嚎啕痛哭。哎呦，我的心潮澎湃啊！默默地背起了李白的那首《秋月无边》，怎么说的？凉风有讯秋，月不无边，给我思家的情绪，好比斗日如年。我虽然没有，好像拦着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甭拦着您了，我这才听出来您唱着就走了是吗？我心里不是滋味啊。您还不是滋味呢，痛恨这个流氓啊。啊，你天下人都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国泰民安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不用这个了 啊不用这个了，我心里难受啊。啊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。这也学习啊，同志们啊，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。嗯，啊，洗刷我们灵神灵魂里边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绝绝对对不能够放松啊。您放松，您说清楚，您嘴都松了，说到这儿啊，什么学习什么呀？这东西学啊，学什么呀？啊，国家大事啊，是吧？国家大事跟国际上接轨，接什么轨？咱们国家内部的这些个事儿，包括有一成语，成什么语？禽流感啊。研究从不先秦史，不是你先到历史，没到那儿，没到那儿啊！禽流感是成语啊，对啊，什么成语啊？怎么了？禽流感怎么会是成语呢？历史故事嘛，禽流感嘛，什么历史故事啊？你看，你不看书啊？书上有禽流感，你看你学习学习啊。什么书啊？你看有那个什么故事？历史故事。哪儿啊？孟姜女哭长城嘛，哭出禽流感来了。没有啊，你看就不学习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孟姜女很漂亮啊，很漂亮。您说点别的行不行？哭完了长城倒了啊，秦始皇很喜欢她，哦，想跟她耍流氓啊。秦始皇想耍流氓，啊，孟姜女说了，你敢？禽流感嘛，禽流感啊。哦，就这么个历史故事。你看看这好几千年了，到如今你看出这么大事。好嘛，都要学习啊，哦，不能说空话，就您这学习不能说废话。要实际，知道吗？啊，哦，要好好学习，到2000年的时候，嗯，我们的国家就能够恢复富强。我要到月亮上去打秋千。这不是这是现在就2005年了。你糊涂了，你糊涂了。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啊？现在就2006，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。没人告诉我呢。您还过不过日子了？你们居委会通知了？居委会不念月份牌，知道吗？哎，是吗？这都应该知道。糊我吧你。我是这怎么在座都知道，谁不过日子呀？这个是啊啊。哎呦，真有秃噜过去了啊！这有秃噜，我跟你说，正是希望我们国家很富强嘛。不，你呀，啊，嗯，净说这空话套话没用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落在实处，你干的，我看出来了。你这人啊，一切都落在嘴上，根本实际的一点都不沾边。对，我跟你说啊。这是你爸爸。我们俩这岁数谁像爸爸呀？我像。
甭跟这儿找便宜，我这说你呢，知道吗？大船啊，连人孩子都看出来了，是吗？你这叫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。你呀、啊，少说点空话，多干点实事，这是真的啊！以后少说这话，尤其啊，评论我们相声的，我最不爱听啊！我告诉你，对，外行不要评论我们这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对。干嘛？啊？说的太对了，你说的我心眼里头来了。你也这么想？谢谢你，学者。我媳妇儿可是好人啊，咱先说头了。你说到我灵魂的深处了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啊。嗯，对，现如今各行各业突飞猛进，嗯，大伙儿都很好，只有我落后了，我退了步了，我落了后了，我倒了霉了，我要了命了。我要了亲命了，我要了我的亲命了。哼，哎，我还能加字儿，我还能添字呢。这个再说一个男的啊，这叫甭说。您想点实际的好不好啊？我要学习，还是学习吗？努力的学习。嗯，我要追上你们大伙儿。哦，我赶上你们大家，落得太远了。我要为国家做贡献。啊，我决定了。干嘛？我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了。哦，我要做点贡献。干嘛？我同大伙儿我起誓。我发誓，从今天晚上开始。哦，我好好学习。嗯，我再也不胡作非为。啊，再也不空想。哦，再也不说大话。哎，不说空话。对，不说瞎话。哎，我要努力。否则的话，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，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永安门外245号的公民了。哎，住哪儿记得还真清楚啊？对，我一定要努力。嗯，你支持我？啊，您努力，我肯定支持您的。你看不起我吧？我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鼓励我啊？肯定是鼓励您的。真的？我这就为您好嘛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谢谢您。别客气。我谢谢您。我决定了，我学习啊，我学习，我干点什么呢？我您想一想，我当个科学家吧。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。努力呀、啊、学习呀、啊、科学家也是人啊，这不容易。不容易，容易就都干了啊、哦、我得来这冷门的东西。哦，科学家学科学是对不对？怎么研究？买点瓶子去，弄点罐搁屋里边养蛐蛐啊。我搁药水啊，我研究哪个跟哪个能炸了，哪个跟哪个能炸了。然后您上天安门广场，现在正对这个呢。我告诉你，看不起我呀你？你不拿我当回事啊？不是，您光买瓶子就是科学家了，您这个。学啊，我做实验呢。啊、哦，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坯子。是啊，我一定好好练。好，我练成了，我以后我造福人类啊。哦，我很多科学发明啊。嚯、哦！啊啊、哦，发明。我。您拿一花了棒发明的？不是啊。干嘛呢？这是。科学的东西。我叫甭大师。我首先干嘛？我在喜马拉雅山安一个2000层的电梯。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呢吗？2000层，两千层，每层都有卖吃的，净是吃。一层摊煎饼啊，二层炸油条，吃不出什么好。三层煎饼果子啊，四层洗手间，洗手间。对，然后往上走吧，啊，就是四层洗手间，都是各式各样洗手间啊。从四层往上都是卖吃的哦，包子、饺子、馄饨、面条、炒饼、烩饼，哼，都有。啊，我每吃完一份，我就回四层歇会儿来。好嘛，这位还直肠子，我来回叨叨他，我告诉你，啊、对。我要坐一大电梯啊、哦！坐电梯，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嗯弄一过山车。天安门广场过山车，啊，围着英雄纪念碑玩吧啊！好，这可够悬的啊！这个就是机械原理学。呵，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，这搁哪儿用啊？在长安街上。嗯。我这边我打建国门开始啊，掐死了他。哦，这边复兴门掐死了他，两边不让走人。哦，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，弄好了干嘛？放水，咱们弄那激流勇进。呜、哦、去、啊！哎呦，那好玩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收票5块钱一个。好嘛，不够那场租钱知道吗？啊，好。
您那儿干啊？反正我要发明创造了，啊，我要做科学家了。这同志们，都看看我吧，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。哦，以后轻易不会让我出来。啊，您赶紧回去吧。我是一个大科学家。嗯，谢谢大家。嗯，你们鼓励我，谢谢。哎，这全鼓励。谢谢。啊，快走吧。挺客气，谢谢。行了，我去买字典，买铅笔，买橡皮，先从认字儿开始学啊。回家，我今天晚上开始啊，我先回去学英语。好啊，我饿，我泼摸泼，汉语拼音那叫泼摸泼。嗯，我就背呀，我写。好，再见了。啊，去吧，我就走。一会儿新华书店关门了。买那字典去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嗯，谢谢。行了，走吧。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，谢谢。哪儿有？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。哎，不过愿意学是好事。于老师，怎么了？你说我行吗？对。什么行吗？你说天安门广场好接电吗？这您得先打听啊。这个再一个，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子，嗯，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？那就得安潜艇了吧。那就国家让吗？我看这事儿也悬悬，咱就不弄了吧。哎，趁早吹了这念头，别找事儿。哎，再一个买本字典我也竟不认识的，还是不认字，卖那干嘛呀？是吧？不干点别的吧？哎，您最好转转行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干什么不是服务啊？是，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啊？力所能及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干点什么呢？你喊啊！啊，我得学习啊。是，您学完了干点什么呢？我做个军事家吧。好，您这难度都够大的啊！又做军事家了。军事家也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才，知道吗？您这手势我老觉得那么别扭。军人嘛，啊，军人嘛，军人哪有这个呀？哎，我学习啊，啊，我买那些书，拿破仑打仗的事儿，对吗？这也学。希特勒打仗的事儿，哦，八年抗战的事儿，经典战役，这个我都得学啊，回来好好的学。学烙烧饼去得了，干嘛呢这？军事啊，翻书看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翻，没有饭。没有饭啊！哎，部队里怎能不管饭呢？奔那饭去的呀！管饭呢？啊，对吗？我就是一个军事家了。啊，我一会儿买那绿的迪卡布，我做军装去。做军装去？我先试试合适不合适。啊，看好看不好看呢？啊，好，是不是？嗯、啊、嗯、啊，一个崭新的军事家啊，对，不久啊，嗯、啊，就出现在你们大家面前。这儿不是厕所啊，后边有裤腰带松了。好嘛，这军事家系紧点儿。太好了，啊，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的。您呐，有那恐怖分子来了，让我堵住了。您打，薅着我领子，近身肉搏，来一大耳贴子，哼，打，穿他口袋，啊，有烟吗？抽完这烟，恐怖分子就放了吧。你要拿人家就得给人放了。好嘛，你就为抽这根烟呐？我就喜欢那打火机。哎，谢谢。四方的，对，电镀的，不，嘚嘚嘚还响呢。不，行了，你甭弄这个了。美国出的，倍儿贵，好几百一个。美国的恐怖分子啊，哪儿都行，甭管哪儿的吧。啊，我就得着了，我搁口袋里边。行了，您就来一个，我这驾，嗯，翻口袋啊。嘿，看有钱没有？嗯，都是我的，改劫道的了。啊，军队嘛，军队翻人东西、啊、知道吗？军队嘛，不给我就抽他。嗯，上面一拳，下面一脚。嗯，我拿大花盆砸他脑袋。好嘛，什么武器这都？打了他眼珠子上都缝针。哎呦，太狠了！让他哭。嗯，把他冤死他就得了。嗯，没这么冤的。好，他爸爸叫杨乃武，他妈叫窦娥。好嘛，太冤了这位。我一天我能打一百多个，啊，我就好些个打火机烟卷啊。哎呀，那个没开包的搁边上，嗯，我弄个小铺卖呀、啊、我告诉你们，您想点好东西。好，对呀，啊，我要成立军队。
成立军队。嘿，我找好些个那个没工作的啊，小孩不上桥那都来啊，都是我的部队。嚯，买两匹绿布啊，给他们都做军装。嗯，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，你们去。买那绿胶鞋啊，跑起来快呢，这啊，都一人一双。哦，我给他们训练军训，还军训，站好了，嗯、大个站头了，小个站后头，啊、小个站后头，那还看得见吗？那个，我乐意，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。好嘛，您这习惯了这，这好的都摆前头是吧？太好了。我有自己的军队啊。好，我给我自己授衔，自己给自个儿授衔，我就以后国家管了，现在我就自个儿管吗？啊，自个儿来，也让他们都喊我。哦，也别喊司令，也别喊将军，叫什么？喊老大。老大，我管他们叫小弟啊。我有个参谋长叫山鸡，这、啊、我在铜锣湾扛把子，以后就别的，我这不不行了，别比了，我拿我这打火机点着了。嗨、啊，行，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吧？这个，我就好好啊。什么？您这什么称呼啊？我觉得将来我就是军事家啊啊！打枪啊！哦，会射。起来吧！哎嘿嘿，起来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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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神，手榴弹吗？哪儿手榴弹？这怎么扇呢？手榴弹吗？哪儿啊？你这，我就手榴弹往上扔啊！掉下来不是炸自己吗？这个，对吧？向我开炮吧！啊，对，我向他开炮吧！你还想谁呀、啊？我就是个军人了啊！谢谢各位。到那会儿，我跨马抡刀，骑着大马，还骑马，挎着我的军刀，嗯、啊，带着我的部队啊，不、哦，带着我的军帽啊。这玩意儿怪脏的，搁在那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啊！谢谢大家，你们支持我，谢谢。谢谢什么支持？谢谢，谢，你鼓励我吧，谢谢。行了，走吧，我会成功的。是，谢谢，去吧。啊啊啊！我买绿布去了，给你捎出一身吗？用不着。用不着，我的部队还缺个压寨夫人呢。算了，啊，什么部队呀、啊？这是再见了，再见，走吧。这位纯属云山雾罩，是自己办军队，这都我这头回听说啊。甭管怎么着，于老师，我行啊。您干这个，我琢磨这军队给起照吗？您先问军队有照吗？非法的啊，军队都是非法的，没听说过，他们都没照，这没听说，人家不是照，怎么着没照？国家的那是，国家的。对了，我也姓郭呀、啊，郭家的呀，你以为德云社呢是怎么着？你看看，郭家的，郭家的。对了，私人不让弄是吧？不让，商量商量。甭上来，没上来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活该。干点别的吧，干点别的吧，行吗？你就干点别的。啊，不是为国效力啊，为人民服务。对呀、啊，我要当个文学家。都来了，嘿，这行啊，文学家，这不用算数啊。算数不行，不用算数是吗？嗯，我当个文学家。嗯，我大作家。哦，我天天我在家里写字儿。您先说清楚了这字儿啊，写字儿啊，天天写字儿啊，写字儿、啊，字儿，字儿，字儿，是字儿。俺这个嘴有毛病啊，我嘴有毛病。写什么？这这么说，写字，写字字啊。行，我写作呀，不久的将来，大文学家。嗯，从今天晚上开始。不，我发誓了啊。嗯，我发誓。我今天要开始学习，学吧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啊，什么都不干了啊，什么都不干，就是写字儿，好、哦，就练字，便宜古典文学，行吗？没问题，练。我先写个《水浒》，这《水浒》不用您写，早有人写了。我给他写一个复杂一点的《水浒》，那不是也是《水浒》吗？我把三国跟《水浒》揉在一块儿啊，那还能看呀、啊？那个那有什么不能看的？我写《水浒》啊，我写再写一个《水泊梁山》，再写一个《水泊梁山》的故事，嗯、啊。
再写一个梁山好汉，再写一个。您起那么多名字管什么用啊？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啊。那这也区别。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，我最爱写。先写这个，先写这个，先写《金瓶梅》。来，啊，我写这，写完我改电视剧，电视剧我五十集，一百集，一百集，一百集电视剧啊，五十块钱一集，发财了。一百集五十块钱一集，那就发财了啊！啊，找剧组给钱，嚯，拿来给我数，嚯，都是十块钱新的，一百的都没有。拿家具往炕上一扔，啊，给我媳妇挣钱，看见了吗？啊，挣钱了，嗯，炒菜去，嗯，开个电视，嗯，我看新闻联播，哎，盛饭，哎，嚯，太鲜了啊！给我沏个汤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是咸了，还沏个汤？自己都不带做的，我开水沏个汤喝啊，我就了不得了，我，嗯，我出门，我以后我买车啊，我骑车很快的，嗯，啊，我玩命的蹬啊，我自行车啊，再也不怕费鞋了，我，哎，对，不走道，谁还愿意走着走了？啊，有车了，我买车，我五环上先来一圈，好嘛，累吐了血嘛，这不得。痛快了，有钱了啊！我买个军大衣穿，买新的，新军大衣穿，好，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。就靠这么一军大衣了，太好了，嗯，我痛快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就将来一个大文学家就诞生了，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嗯。不就将来我就成了，嗯，谢谢你们大家支持我，谁支持？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，好，谢谢，嗯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谢谢，哪正事儿没有？哎，这快些，什么毛病啊？这是，走了，就是这会儿便宜又找我签字的吗？全想起来了。现在是五块钱一字啊，啊，以后成大文学家，啊，五块钱下不来了啊。现在也没人找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后悔去吧。走吧，后悔去吧。嗯，我今天回去，我先学我写我这名字。你自己名字还不会写呢，这位，胡说八道，满嘴胡天。哎，这人啊，一点正形没有，我瞧出来了。于老师啊，你看我行吗？我看你不行。你看不行，你们干点什么去？啊，你们这行还缺人不缺？没不缺。你们行缺司令吗？我们这行要司令干嘛呀？你缺文学家吗？没有。你们要科学家吗？没有，不要，都不要啊，都不要。你能送我张月票吗？干嘛？你们演出这月票给我一张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尽量少来。让您讨厌，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。怎么了？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！您啊，我就跟你绝交了，我啊，我回家我要练功啊，我晚上开始，嗯，我就开始学习了，我就，啊，现在天就晚了，黑了，活该，明儿就亮了啊！哎，那您不是今天晚上开始吗？晚上是晚上啊，不定哪天晚上啊，这里的吧。今天人来了不少，哎，今天是我们纪念相声快板艺术家王凤山先生是诞辰90周年，哎，王先生是我的师爷，嗯，王派快板的创始人，对，啊，这个已经去世了，嗯，但是王派快板呢，到今天依然流传了下来，嗯，大伙儿也听了，无论是板儿还是唱，嗯，都跟别的流派有些区别，哦，很俏皮，哎，对，王先生呢徒弟也很多，像我的师傅金文生，嗯，啊，郑文坤，对，张金明。包括马六甲，哦，都是王先生徒弟，是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闹着，这真的，对对对，这真的啊，嗯，王先生俩儿子，嗯，俩师叔，哦，王文元、王文喜，啊，王文喜现在山东济南在吕剧团打鼓，抱着上吕剧，哎，王文元去世，哦，但是王文元对快板的贡献很大，嗯，今天所有中国快板界用的花板打出来各种花点儿，嗯，都是王文元一人发明的，哦，都是他打出来的，在他之前都是挂几挂挂几挂挂的零挂零零挂，哦，是王文元研究出来了，哦，加上了花板，但是很可惜，很年轻就去世了，不在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搞了这么一
一演出，也非官方的。嗯啊，因为后台呢说呢，从我这儿到李菁这儿，还有这个高峰，我们三个呢都算是金文生先生的徒弟。哦，所以我们算是王师爷的徒孙，王派传承。啊，估计因为有关部门可能也不会想起来纪念这位老艺人，我们自发的，我们愿意搞这么一活动。嗯，搞多大也搞不了多大，是吧？原来我本来想在那个长安街上吧。您怎么什么事儿都往长安街上拉呀？骑水池子，激流勇进呐，画着王宝山相片儿。哎，您把这货就算给王先生了，是吧？他们劝我，啊，他们说这儿容易给王文喜找事儿。对。我说那就算了吧，嗯，搞这么一个小型的纪念活动，啊，缅怀这位人民的艺术家。哦，明天呢是纪念刘宝瑞先生。哦，刘先生，因为这老哥俩呢都是90岁。哦，我们后台呢，王文林先生跟这个邢文昭先生，啊，是刘宝爷的亲传弟子。对，啊，也是我们的相声大师了。嗯，我们没有很多很大的能力啊，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大。嗯，我原来想啊，在长安街上嘛。王宝山相片反面刘宝瑞一转过来，这老哥俩都一吹俩来回刀子，是吧？风车下去。行了，您这主意太损，他们说都不合适，是吧？嗯，那没有办法，明天呢是单口相声居多。哦，啊，明天王先生说一单子，啊，邢先生说一单子，哦，张文顺先生来说一单子，啊，张先生来，我也说一单子，嗯，然后最后呢，我跟谦哥呢，我们俩再说一个对儿的，哦，啊，就是缅怀一下我们这位人民的艺术家刘先生，老先生，老先生确实在我们心中分量非常的重，是在中国一提单口相声，嗯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郭德那个刘宝瑞，这地方别含糊啊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各位啊，人一直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。明儿是给谁办90周年呢？然后后天呢，周一，周一的后半夜呢，我们纪念石富宽先生。还在呢啊啊，那个有办法，有的是办法啊。您这想邪主意了，这就是办法啊。明天呢，如果您有时间，希望您也来。好，不光是看看我们，也是缅怀一下刘宝瑞先生。对，另外明天呢，邢先生呢，邢文昭先生呢，嗯，可能要在台上跟大伙说一件事情。哦，是当时前几年吧，在刘宝瑞先生的坟前边，这个墓前边，啊，邢先生去上坟的时候，哦，在墓上发现了一样东西。哟，是一个观众留下来的。啊，明天有可能，就让邢先生通知大伙把这个事情要说一个始末缘由。希望大家为了刘先生这个事情做一个帮忙吧。嗯，具体什么事儿，明天咱们说这事啊。好好好，知道，大伙儿听听。嗯，这个相声来说呢，嗯，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。对，我呢从心里来说，我可能这辈子是为了相声活着，太喜欢相声了。这次就是前两天刚从安徽回来，昨天从安徽回来去录像去了。嗯啊，昨天他们去接我，我说在安徽完事儿，我一上飞机，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。怎么？我终于又回北京，我又能说相声了。嘿，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上瘾啊。嗯，在安徽那边呢，有的时候，有的说话我其实也挺可乐。怎么？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个朋友们有安徽人啊？啊，对安徽方言了解不了解？哦，安徽说话太好玩了。是啊，它有几个音呢，分不清楚。都什么呀？滋滋，这都分不出来。哦，滋滋，老母鸡，这个鸡。飞机的机，哦，他们不念机，念字，啊，念字，飞机，飞字，哦，老母鸡，老母字，机票，字票，支票，啊，字票，你这话很有意思，哦，那最可乐就是这个，喜不叫喜，叫死，哦，死，哎呀，死脸，这是死脸，洗脸。哦，死！哎，他那制片人是我一朋友。哦，上家去，到晚上他们家里一家好几口，父母也在，他们两口子，他那个孩子，说你上家来住，到家去，挺客气。哦，晚上偷睡觉，然后洗澡。哦，啊，到卫生间把这水调好了。嗯，大刚，嗯，死吧。哦，不着急，你先来，还客气呢，你先来啊。你先死啊！你死完了我再死。
我死完了，我们全家都死了啊，全死了，咱们都死个干干净净的嘛。啊，有时候觉得也挺可乐，对，有意思。方言这东西对人来说影响很大，对，是不是？你说相声注意观察这些个，哎，可能人家说话不觉得是很可乐，跟咱们大伙儿听了非常觉得幽默，是有意思，是不是？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值得放在舞台上，是吗？比如说于谦的家。说我说句良心话，我一直为于谦说相声打抱不平。怎么了？他不该说相声。嗯，说良心话，人家里边不是干这个，我们家没这个。对，跟这行没关系啊。是是是，家里都是公安局的、检察院的。对，都是这行，公安口啊。他爷爷，你算在北京监狱就多少年？关进去了？没有，可以自由走动啊。嗨，那还是不让出来呀、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在里边工作。哎，这上班。对，他哥哥他们都在公安局。是，他小的时候没事上公安局找他爸爸他们去玩去。就是，就带着出去、啊、最喜欢他啊，聪明。那阵说你要干刑警了不得，脑子灵啊，脑子灵啊，有什么事别人一琢磨，这事越琢磨越进牛角尖。哦，于谦一句话大伙儿听，对，豁然开朗，就怎么回事。哎，那回出事了。嗯，大伙儿上现场，谦一块儿去，带我去，带一块儿去。到现场一瞧，好、啊、人躺地死了，有大卸八块，分尸了，脑袋跟这边，腿跟这边、哎、现场很残酷。哎呦，那队长问他，谦儿，嗯，这个你是怎么看的？听咱的意见，你说说吧。啊，于谦看了，嗯，我认为是自杀。哎，怎么看出来的这是？傻到一定份上了这个。队长很喜欢，特别爱他这个。那人特别恨我，是吗？队长看着他，啊，孩子呀、啊、孩子、啊，他要是你多好啊！对，巴不得让我早死呢。喜欢他，嗯，知道吗？他爷爷、他父亲其实，在监狱里边是负责行政工作。哦，啊，他父亲也是，嗯，给犯人们做饭啊什么的，忙活的。这是行政工作吗？这？行啊，他挣的挺多的。嗨。挣的行政，行政嘛。啊，后来犯人，嗯，有一次发生暴乱了，哦，集体越狱，哟，都逮回来，都逮回来了。哎，逮回来一问，为什么要跑？啊，这个伙食太次。哎呀，胡说八道啊！你们用什么砸开监狱的锁的？啊，馒头。好嘛，真是没听说过，真是。到现在他哥哥还跟这行里边干着呢，还干这个？嗯，吸毒大队的。吸毒大队的？不是缉毒大队的。吸毒大队的？对啊，不是吸毒大队的。哪有这队呀、啊、没有啊，到处就查去。嗯啊，看谁都特别目光敏锐。哦，瞧谁都像毒贩。是啊，可有意思着呢。哦，那回我上安徽去录像去。哦，他哥哥正好就到这淮南，安徽的一个地方。我去合肥，他去淮南。哦，跟我一起走，坐飞机到这个合肥。哦，啊，坐在飞机上，他坐我旁边，一块换了登机牌嘛。嗯，坐我旁边，哎，他看谁都像贼，这个像毒贩。哦，这贼，这毒贩，全是毒贩。这四个毒贩，嗯，别瞎说，这四个空姐这是。嗨、哎，这眼神太差了吧这个。毒贩，看谁都像毒贩啊！这都像毒贩。我说你有病是怎么着？我这职业病，职业病啊！一回头看见有老太太，嗯，老太太俩坐那就看着啊。他哥哥一瞧，不对，啊，这老太太有事儿。那也毒贩子？嗯，估计是。老太太看看他一会儿，低头，嗯，悄悄的扭个身，打开这书包拉锁，嗯，往里边看一眼，看完了，给拉锁拉上。哟，拿手捂着脸，嗯，低头无语。哟，他哥哥一瞧，没错，定了，毒贩子。对，噌就起来了，一把包抓过来，啊、嗯，他打开了，一伸手，哦，拿出一小瓦罐来。哟，打开盖一瞧，里边白色的粉末，你瞧没有？哥哥一瞧，没错，哎、啊，我一看就是毒品，嗯，没错，这专业。啊，再瞧老太太眼泪下来了，逮着了吗？别动我丈夫的骨灰。哎，这都真事儿。什么真事儿啊？就这事儿假的，真事儿。相声演员就得这样，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和营养。哎，也有瞎编的时候啊，不多不多。这、哎、说你一般也有假的，都是真的，全是真的。哎，这个又一周没见着大伙儿了。哎，今天一见着呢，我觉得很亲切。嗯嗯，给大伙儿唱一段山东二黄。好。
山东二黄，山东二黄呢，说的是京剧。哦啊，大伙儿都了解京剧。对，生旦净丑，嗯，四个行当是啊。早先还分得多，生旦净末丑啊。对，甚至一个行当里面就分出多少个分支来。哦啊，咱们说的是老生的唱腔。哦，老生，老生呢分多少种？嗯，各个流派不太一样。哦，几大派？哎，风格不太一样。嗯啊，所以说呢，嗯，每一派的迷的人都很多。哎，都有崇拜者。哎，马派是潇洒飘逸。哎啊，这个旗派呢苍劲老了。对，严派呢听着起来像一杯清茶，也好听。谭派呢是这个舌侧音很重。哎哎，谭富英谭先生。哦，这声两边。哎，我把你打打你吧，过啊。哦，走这两边就在这儿。谭富英听啊，咱们说的这个桑园会呢，是过去的一出老戏。对啊，也叫马蹄金秋胡戏七。是是，多少年没有人唱了，但是相声里边对这段记载啊，嗯，记载的很多，老有啊。江阳德这段西皮流水，嗯，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。您唱，咱们学一学啊。嗯，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马蹄呀忙，左里在吊鞍永不忘，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儿，好似罗虎女后影好像，我的前方门当向前将起演唱。嗯，唱起来词儿就多了，而且很热闹。怎么热闹呢？一唱起来这样的啊，您学一学。秋胡打马是奔那家的里，熊爷那个路啊啥是马不停啊蹄，自己咋家了贫啊，难度一门银思想，偏家偏业偏和偏磨偏自由偏蹄，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母，在后堂死了别呀大的蹄，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，他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，爹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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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大偷在这五下身前蟒炮腰风雨在都擦草越多乖点小丽，他叫他飞了家呀他能不去，他叫他倒了去咋会调理，星爷本来的在呀上上院里哟，家爷哥这个美大号身穿着这个蓝褂衫呢，腰间着这个白褂衫呢，手上别那么虎头簪呢，脚下穿那么青布衫，露出来那么小金杆的手着上头老汉衫，一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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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把在坐在里前影儿哈我像个罗子女，后影儿哈我像个撒个屁，被那小气人讲起迎接之热错认了你的女人是他的好说学逗唱是啊，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。嗯，这个唱分两种。哦，一种呢是学唱。对，一种是本门的唱。是啊，本门的唱指的是太平歌词。哎，就这太平歌词相声演员必须要会的。对，一上句一下句很好听。哎，翻着唱啊，一唱起来这个味儿的啊，来学一学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四季
血铺满了上纲，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，带着上殿弄倒了张玉皇。可以鼓掌了啊，让人鼓掌不要让我提醒啊，人要学习嘛，好嘛，学习啊，是吧，学鼓掌啊，就是你这不合适，是吧，是啊，鼓鼓掌不是不可以的，这个年头谁求着谁啊，是吧，嗨，唱的不错，这个指的就是咱们这个本门的唱本功，另外还有学唱，学，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京剧啊、评剧啊、梆子呀，这些地方戏都得学，都学。评剧比较说是家喻户晓、通俗易懂，啊，都爱听啊，啊，听起来很俏皮，哎，无论是谁，多高的文化，他能听得明白，都能听懂，是不是啊？是是，评戏一张嘴，尤其小声唱腔，讲究是激扬慷慨，哦，好听，好听，对对对，啊，有这么一出戏叫做《刘伶醉酒》，哦，啊。小声唱的好听了啊，好好，您唱一唱啊，有这么两句啊，一唱起来这边的啊，哦，来了刘伶好酒的人，真不错，必须要高哦啊，河北梆子也是如此哦，都得高，哎，梆子更讲究这个了啊，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哦，梆子老生不好唱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都得高，调门也高，嗓子低你唱不了，是是是，像辕门斩子里跪帐有这么几句，多难唱啊，哦啊，特别高，你知道？啊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就喜欢这半句，高好听啊。当然了，京剧来说是国粹，对，因为是无论是唱念做打着，还是舞台装置上，比地方戏都要讲究一些。哎，就讲究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一句唱腔就容易使人想起一出戏来，是吗？比如说《四郎探母》里边有一个唱腔叫叫小欢，哦，这也是个高腔啊。特别的高啊，嘎调嘛，这最难唱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是啊，我曾经我学习过，是吧，啊，也唱过，我学过这个，这也学，学习啊，喜欢这好听啊，好好好，一唱就这样了，唱一唱吧，特别高啊，嗯，很高啊，高我知道啊，高级了，嗯，听着，嗯，一天光着刀领进，不要的本宫西今天站立宫。不爱这段了，你那艺术修养不够，你得学习啊，甭学了 啊您呢啊，翻下八度唱，你没明白啊，我给大伙讲的原因呢，什么原因，最早京剧没这出戏哦，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哦，从那儿借鉴，梆子里面的叫小欢是响彻云霄，绕梁九日，九日，嗯，要多跑六天啊，好嘛，是这么讲吗，梆子唱这段更好听哦，一唱起来这味儿的也高吗，咱们学一学梆子的四郎探母啊，哎，您唱一唱，一到翻这话筒就有毛病了，嗨，一天公主到灵间，本宫喜心前真理宫门叫喜
搞破坏了，这都是。给大伙儿唱一个新的节目，大伙儿没听过。什么节目？叫大实话。您唱够一万回就算一个句号，哎，再唱就是新节目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啊、什么就对、啊，孺子可教嘛，是哪儿啊？夸你、啊，大实话是我们一个传统节目，是啊，这个发明到今天有一年多了，一唱起来非常好听啊、哦，反正会唱的这个你们家啊，嗯、啊，都跟着一块儿张嘴啊，大家一起啊，这些客家，嗯，凡是唱的都有好处，哦，还有好处，哎，以后你们来唱我就不唱了。省事儿了，这谁家孩子别说了，你说我说真的啊，一唱就这样啊，说天亲，你不说话这个啊，我说什么话，你看张文顺这儿话多着，主要听您唱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相声大